因为疫情牵挂，我那好今年这啊年菜、过年菜，而且外杂的业绩有增加超过十成。啊，不过我那餐厅烦恼讲，已经小撮来接到讲，资本要伫餐厅吃的，讲要来退倒，而且唔忙讲疫情的当官跟受到控制，可能影响更加上紧。一个在民众来到餐厅，要订过年包的年菜，因为受到疫情影响，何安本要来餐厅用餐的民众，大部分拢改成包顿去厝用餐。毛今年包顿的年菜业绩比往年好超过一成。对啊，就带回去吃啊，带回去吃比较好啊。怎么说？比较安全吧。比较安全啊哈。比往年询问度哈还要高，然后订的状况刚开始蛮踊跃的。然后因为疫情的升温，因为也有一些北部的一些朋友也没有回来，所以就退订的也蛮多的，所以这个是让我们蛮担心的。餐厅业者表示，在去年过年前近两个月，就有消费者开始来问订年菜，虽然包的年菜业绩增加一成，但餐厅的订单也减少一成，一来一往业绩差不多。至于年开会杀出来海鲜的鸭，也因为疫情影响业绩有所成长，大概有600左右吧。600盒了。对。哇、啊，跟去年比呢，有比较好吗？有，这个疫情有差。疫情有差、哦。对。怎么说？因为有些人不能出门了啊，那就买回家自己煮啊。我林开会表示，拍开保利龙箱，内面海鲜产品，拢当家己来搭配选择，所以受到疫情影响，有民众选择外出门第一次料理，某只鱼会咧也已经卖出600外箱，在疫情期间的销量。唱出袂歹业绩，记者王文林报道。